这样子，有请我们黄同学等一下讲解一个卦。那黄同学现在在，已经开张了。哎呀，对，他测好的事情测的还是挺好的，得意门生啊。嗯，特别好。上次来上线下课的，而且才学了一共，上次来才学了一个月啊，一共他都没有学的超过半年。啊，对。福建的，龙岩的呢？对对，龙岩，你怎么还龙岩呢？上湖北。啊，是的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学生呢，他不方便露面，他那断卦都是588、988、2000，也是刚学没多久啊。但是其他地方学的还经常是被忽悠的，是花了好多冤枉钱，冤枉钱多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对，好多好多在外边学的，哎，小赵讲了呀，准备出去学明白了就拿我这套理论，就是5万起收费。那说明这个真的小赵他是知道什么是真东西的。你们听完整体我的课，你要能把一期二期的把它给整理出来，你自己好好理解一下，你会发现你会了，而且你真的能写小作文，就是每个卦都能写小作文了。我黄同学先准备一下啊，等一下跟你连线。你是不是拿着手机又在这个里边是讲的时候会不方便呢？你看你怎么克服一下？先把你的盘画到纸上，还是怎么？或者保持个不变。啊，你看你是怎么先解决一下？电脑登录微信。啊，对，你是不是电脑啊？有2步是吧？好，那你等一下你，我说连线的时候，你直接连我的手机吧。他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他整理那个笔记，整理的特别好。有提问的笔记，对，他自己的说话包那个，那对，个一刷微基本上，那就是，对，都有微信，一刷。你这个《葵花宝典》，这个李老板，你这没练吧？啊，那怪不得找不到男朋友女朋友，哎呀，麻烦了。哈哈哈，你看看是不是低的？对，但倒也没关系，那没关系。呀，我要是能这么多得意的门生，那我还是很开心的。我就讲其他的嘛，对吧？对，咱们先讲，道层面的也行，风水也行，对，盲派八字也行。手相、面相、测字都可以。都能结合奇门哈，没看出来。对对，其实我跟你们讲的基础，学会了都能催动上面的这些。北京四个号。测字是，对，测字得把《康熙字典》得翻个几遍再说。要想测的水平高的话。已经帮你记录是一个，这怎么直接算进去掉了？呀，那个没事，那，随时。主要是我讲课不用 PPT，然后也不准备，就基本上翻出来几个大纲就跟大家聊起。哎呀，
有同学提意见，说是老师你就不能弄个 PPT 吗？哎呀，是我认为用 PPT 就把你们讲睡着了。嗯，我在那儿站着是很累的，站一天下来还是滔滔不绝的讲，然后再还站着。嗯，我也想坐那儿跟 PPT 跟你们一画下一页下一页跟你们讲，但是你们真的是会发现在这里学习的价值不高了就。嗯，申老师啊，那个谁，那个通过一下那个号，看通过哪个号，看一下是哪部手机的，嗯，看是哪个手机的，嗯，啊，我什么直播看不了？能啊，开始着了，你再退出再重建一下，现在开始着。不用，啊，是怎么弄的？是你问一下子堂，他说他怎么能上不去？我还要再去他家之前。可以进啊。好，那没把你的名字加进去是吧？嗯。好了是吧？哎，连线一下，因为把麦克风放在你那儿先。连线的话，我就说嘛。你实在不行，把你那个谁，你把小号再加一下我的号不就行了吗？这个黄同学，或者你跟进，对对对，加李老板的，李老板的也可以。啊，他是小号，他是小号，他是小号，小号，小嗯，黄同学原来学习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为什么福建人是中国的这种比较特别聪明的人呢？他先拿小号，先买了一个那个课程，先在里边沉淀了一个月，哎，发现哎这家好像不骗人，然后再用另外一个号，然后又再买。然后又再付的费哈，嗯，对，还是付两份，嗯，来了之后他到了这里之后，啊，听得到，嗯，哎，麦克风上面这个麦克风是吧？就拿过来，就拿到我这儿来，对，这个我们先给黄同学个掌声吧，啊。嗯，然后黄同学讲一讲你这个卦是从开头讲起是怎么回事，然后中间你是怎么解的思路，然后得的什么结果，最后怎么验证的，好吧？好啊，来开始。这个是啊，这个卦是单面测的。这卦是单面测的，然后我起来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石柱，看了一下石柱就是跟钱有关，然后石柱与日柱那个还有直府直使同宫，说明这个事情是正在发生的，所以他现在是还是点担，就是担心他的钱。嗯。钱没合着啊，对，然后说他今年一年都在吃老本，戊，那个戊是戊是畸形了嘛，嗯，啊，然后我就是后面我又跟他讲是不是，这件是不是休眠不
睡眠不是很好。嗯，因为修门门破，然后还带了一个新机型，他说这个都看得出来。修门带了一个新是吧？新啊，对，嗯，嗯。后面，我说他，我后面我又说你是不是那个喉咙也痛啊？嗯，那个在喉咙不是刚好是听瑞星林那个丙和己嘛？嗯，所以他我就说是，他说是，然后现有点感冒嘛，有点喉咙痛。嗯，然后再跟。然后再看，还有我说他那个腿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嗯，我问他是右边嘛，他是左边。后面我印证了好几个人，一般我们面对盘的是右边的话，一般都是人家的左边。左边不就是在艮宫吗？我的腿啊，对艮宫。我看的是乙嘛。然后你看的乙。对。嗯。后面我验证了好几次，都是乙在坤宫的话，一般都是左腿。在乾宫还是坤宫？啊，乾宫，乾宫。嗯嗯，因为这俩本来就是通气的嘛，这俩是就是通气的，倒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。对，然后再说了他那个修门门破，我说是不是你跟你女朋友有发生一些小问题，有摩擦？嗯，他说是。嗯，因为我还有看了他的那个，哦，这边还看了他的那个乙根合嘛，我没有看里面，我就看乙根合。嗯，我说你能掌控得住你女朋友哦。嗯，他说是。嗯，后面就我说他这个月钱是会有一些的。嗯，他说的这些都验，他都说对了。啊，然后，啊，对，我说你反正就是自己想法比较多，他说也是。嗯，然后还有说肠胃不好啊，他说都说了，反正身体啊，他主要是来看钱，就是看那个看钱的。啊，看钱的，就是有没有跑路。啊，对。嗯，所以那身体我是顺带给他看一下的。嗯，啊，没有问他的年龄是吧？我问有跟的，就是刚好是，哦不，新哪一年的？九一年的吗？零一年的啊，零一年的，零一年的，什么哪年？啊，零一啊，零一啊，新四年的。对，又是刚好在那个在坎宫和坎宫那边。然后在坤宫，你看那个离宫是不是刚好是他自己的问题呢？嗯，婚姻那个感情是不是他自己的问题嘛？嗯，哎，我是这样跟他讲的。嗯，对，你说了年龄，你说了年龄，你刚才讲的好多就对了。嗯，对。后面才问他年龄多少，我就看一下就知道是他自己的问题嘛。嗯，嗯。还有些没讲到的，看一下。嗯，行，挺好。讲的不错啊，讲的不是很清楚。啊，行，我试着给你解读一下，好吧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嗯，好，大家给你个掌声再。嗯。上班了，兄弟们，去上班，去上班了。这个虽然。解卦让对方解的说的好的是对的哈，但是语言有点散，会太散，主题性不太对，是吧？就是一项一项的来，就是他零一年新四的吧哈，年命新四，我们来写这儿。但是当然已经很好了哈，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要求，因为他学了一共都还没半年啊，对，就一共都没半年
首先新四年的，他看到什么呢？这个盘啊，整个你们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反银局，对吧？第一个，我们看到是反银局。第二个，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就上挂了啊。乌鬼合，乌鬼归五合，是吧？这个鬼即代表日干，也代表年太岁啊，钱被合住了啊。应该这个钱呢，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？01年的，你要根据这个年龄啊，相对的他对他来讲应该是挺大的钱，或者说是与这个政府部门相关的有一些钱。黄同学你听着啊，等一下说的，然后你及时反馈哈、啊、有些钱被合住了。啊。这俩不是合的吗？嗯，乌鬼合吗？嗯，所以是被合住了。嗯，这部分钱呢，他这个人要是过来问他的钱的话，哈，这个钱要回来，他都是要有受损失的，啊，会受损失，因为什么呀？子卯相刑嘛，在这里，甲子戊在六一七刑的，啊，这个要知道。本身戊癸合就是子卯刑，你知道吗？癸就是子嘛，也是，不是学过八字的吗？啊，子里边不是藏的癸吗？这俩在一起，本来也就在那里就会相刑，所以这个人整体的这个状态他也不太。这个钱，这个钱的这个状态也是不太好，啊。知府生他吧，知府知事都生他。这儿一个心吗？这儿一个心吗？看哪个是他？你们觉得？俩都能看哈、啊，好做喷漆的是吧？这老板不给他钱是不是？是不是老板不给他钱？还没问啊？啊，那应该就是啊，癸水太岁也能是老板，本来也是知府嘛，把钱合住了，这两个都可以解读这个人的状态。这两个，你本身是反隐，你就看这个人就很纠结，很急躁，躁得很、啊。所以你看他刚才提到的说是感情的问题啊，身体的问题啊，反银上哈，基本都能断出来。一个人的整体的状态就是躁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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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躁，对吧？你觉得这个结过婚的就知道吗？结了婚的哈。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家里肯定也是，是吧？没好气的，肯定的，必然的。嗯，当然他说的也对，修门嘛，心在这儿嘛，他本来年命是这个嘛，他在这儿，你看又是甲午心，就是自行嘛，有些躁得很，又临更，这些都是，自行。
他说到的腿不好，那你关节儿漂亮，你甭管他左腿右腿，因为这俩都对，其实是不是左右腿，因为这俩本来就是同气的，因为本来这儿有天瑞嘛，你看病还是天瑞。这个人应该都便秘，你问一下他，他是不是便秘？坤宫不是脾胃吗？嗯，一堆东西临着死门，不是郁结到那儿了吗？他刚才还说什么？婚姻就是你可以看这个修就行，心你也可以看丙辛的关系，不是我们上午讲了吗？丙辛的关系，他媳妇也啰里啰嗦的，没有太多精彩的这个局上，其实是。艮主脾，坤主胃，有什么关系？不用吹啊，脾不舒服，脾主运化，运化不好，它也便秘。嗯。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反引，其实他刚才说的很多话哈，不找卦了，一看是反引局，就刚才的事情也能讲出来，和他好的事情，而且反引局好的事情呢，一次做不成哈。你比方你去收钱，你就别指着第一次去收到钱，第二次、第三次才能收到钱，啊，你不管收账啊，或者是去办什么什么事啊。你就故意再跑一趟，然后再去一趟就行了。嗯，第一趟搞不定，啊、嗯，对，就是反复嘛。嗯，如果这种合的去要钱，一定得把它冲开哈。假银鬼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是碰到身什么，把银冲开，或者甲子物。碰到五什么什么五，把它给冲开，他俩就分开了，才能出来，是吧？还一半人没拿回来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肯定是这样子的。看腿上是看乙是吧？啊，那个腿这么讲，因为乙在这是入木的，他是去看四害了。通气是通什么气？是，这不是先后天通气吗？乾卦跟坤卦，坤卦不是原来在这儿吗？它不是土和金卦的通气。哦，先后天八卦。哦，那个通气。嗯，没听懂是吧？通气，通气嘛。嗯，他不说是，他说的是左腿吧？是看的这个卦吧？这是左腿的先天位，你知道吗？你问一下他，他这个腿啊，就是一好早就有这问题，不是现在有的问题，拐弯的地方老发炎，紫微十二宫里有一个判断那个宫位和人对应关系，他我看在题目里应该也是有，他就是跟宫这样按在人身上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前面本来就是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那有个说法就是，你男的直接面对的，然后女的是过来，对，直接面对，然后把那个宫就是那个就叫左边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对你一定要先明白，这是左。这是右，人怎么站着？你左右手在哪里？
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但是以后经常出现说是，哎，怎么左腿是右腿，右腿是左腿，因为这俩本来就是通气的，这不是你们又犯到非要二元对立吗？你们非是一是一，二是二吗？你们要说是这种卦的怎么断呢？我跟你讲啊，说你的腿有问题，它是对，大概率是右腿，它是错了，我左腿，它是哦，没有问题，也对，懂不懂？就是你别上来，你是不是左腿有问题？你右腿有问题？那不是，我另外一条腿有问题，那你就说错了，是。这不叫说话的艺术，因为我们它就是一个万物类象，你只能是从大往小的去说，它代表对不对？对对，那它是左腿，左腿就是左腿嘛，左腿它为什么要看这儿呢？它不就是左腿？左腿这不就是左腿吗？艮宫不就是左腿吗？那就不需要看乙木，这不是天瑞吗？这不是己，它己也是拐弯的地方，那是乙也是拐弯的地方，它一怒认为入木了嘛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刚学卦的人哈，怎么说怎么对，就是刚学的人，就是学的时间久了之后呢，会突然间给你加大难度。就是你的灵感会给你加大难度。所以他就会发现怎么说怎么对。还得接着学习啊，黄同学。下次讲的精彩一点哈。老师，你刚刚说他便秘吗？我可以理解，那个疼舌它也不能弯弯绕绕的。没错。然后他那个，我跟你讲，他是他那个什么出来也是弯弯弯的。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。有丙火嘛？烤干了嘛？对。对，对，是呀、啊，是呀、啊，天瑞还代表小肚子。天瑞不是坤宫，不是肚子吗？不肚子堵了吗？不是吗？对。人家待会儿说了，哎呀，我是配合你们的，其实没有，哦、看你怎么圆。哎呀，对，有可能他只是配合老师，你一说他是没有，哦、看你们怎么讲。因为有些事情哈。没有，不是说是一定就对，你一定要知道，能断到 70% 就是高手，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说对的，就是我反复在跟你们讲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因为他提出来了，我们就谈。如果这个人过来找我测钱，我绝对不会跟他说身体的。言多必失啊？什么？问什么说什么？对对，我们上午讲了这个那几个的逻辑哈，都中午有没有消化一下？有哈，就是消化的都还可以呗，那就行，消化的可以，那我们下午我们动一下笔，好不好？记一点东西，记一下，我们大概有一个方向哈，然后。父母其实他有一些细节上不一样的哈，我们可以大概的先有一个方向。如果是从人伦上来去说的话，那就是长辈嘛，对吧？父母啊，师长啊，我目前的角色就是对你们来讲就是印啊，男女命呢，我们那会儿有讲，大家知道哈，男命呢，你比方代表母亲啊，女命代表祖父女婿啊等等的。平常呢印呢还代表什么呢？如果那个事儿他在测，你看他临的印哈，他一会儿是文书。印就代表文书，
合同、证件、协议、各种卡片儿啊，是这样的东西。你看银行卡、优惠卡呀、充值卡呀，就是文书类的，嗯。文明类的呢，它代表什么呢？毕业证啊，这些是吧？学术、荣誉，嗯，印也代表权利啊，大家知道，父母也代表权利，嗯，你想想在家里是不是？最起码我们小的时候是父母在家里是绝对是说啥你得听啥的嘛，是吧？人家有打我们的权利嘛，不听话打的你听话了，嗯。所以呢，在这里边呢，它也代表权利，包括那些古时候打仗的时候啊，那些印信啊，就是这个印，嗯。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它还代表保护我们的，所以它代表房屋啊之类的。那么工作单位啊，工作场所、住宅、衣服、车、轿子，嗯，靠山都是印。八字里边如果没有印的人哈，八字里没有印的这种人呢，一般你会发现他房子后边没靠，房子后边没靠，靠不住，特别住那个房子后边容易出现有水呀、堤呀之类的，嗯。在身体上还代表头发、皮肤、四肢。给他下个定义呢，就是劳碌奔波，这就是我一看这个父母他占父母宫啊这些东西，我们总是说哇你好操劳，是吧？其实下定义就是劳碌奔波，嗯。如果其实要从正印单独正印去理解哈。单独正印去理解的话是什么呢？因为正印是异性生的嘛，大家要记住一个点哈，异性叫有情啊，同性一般的是无情，甭管是生克，同性的生克就很猛的啊，都很猛，嗯，所以它异性它叫有情，这个有啊就是有感情的，嗯。哎，友情，它的含义呢，就是使我们生长，跟我们关系良好嘛。正印啊，我说的正印啊。提到正印呢，其实它就分正面心性和反面心性。如果正面的呢，就是这种人很规矩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八字里边命盘上本身正印多的那种人，就你跟他开玩笑不好开。他就一本正经的老师，你看到那种坐那什么时候啊，一看就是正印，嗯，给你嬉皮笑脸然后哈哈哈的开玩笑的那种，就最起码正印正官肯定是不多的哈。如果你这个人呢，你看他的年命是临到这个正印上的哈，一般他就喜静不喜动，还比较仁慈，有爱心，淡泊名利，就这种的。你换句话讲的比较好听，说哇你好有修养，嗯。另外一个是负面心性，我们刚才说正面的嘛，负面心性就是什么呢？思想保守，缺乏进取，无主见，优柔寡断，
大家想什么时候是正面，什么时候负面？就是你如果没有四害啊，是一种条件，还有可以看旺衰，对吧？啊，就是旺衰的时候，嗯，因为我们是在奇门盘里，不是在八字盘里，八字盘里又不一样。你在奇门盘里，那如果一堆四害啊啥的，六一忌刑啊，它肯定是偏负面的，因为就它就别扭嘛，它只能用负面行星，嗯。如果我们猜他的这种职业的时候呢，就是公务员、教师。我跟你讲哈，就是说准确的话，怎么讲呢？他如果是临的星是天府，又是我们一推断他也在正印的宫里，你说你是类似于教培行业的。准确率会很高，因为他有些，你像其实我也是老师嘛，对吧？但是你要说纯说我是老师，好像有不对，啊，他们认为的所有的认为的老师呢，就是学校那种老师，所以你就说，哎，你是教培行业，教培行业，学校老师也属于教培行业，天府本来不是就是老师吗？还有您的正印，它不就是两条信息叠搭在一起吗？准确率就高。或者你再换个话叫文化人，呵呵，是不是准确率更高？啊，好江湖，好江湖是吧？嗯，文化人，对，嗯，江湖，嗯，对，文化人一出口，嗯，但是你看他一身脾性，有可能你就断错了，你千万别说文化人哦，你，他说你这骂人都不带脏字儿。嗯，如果临的天心的话啊，天心，那你就是不是就是公务员偏重啊？啊，但是公务员跟护士有点什么？因为我们平常天心不是代表医院嘛，是吧？啊，这会儿临印，大家代表护士。再一个就是偏印，偏印你看跟日主不是同性的生的吗？同性的一般都是不情愿的生，这个特别重要哈。你再看他这个，他在这个宫，如果你一往细的看，正印宫，你一看，哎，你就愿意去坚持做这件事情。一看他是偏印，哇塞，你对。你好不愿意配合是吧，就是好多怨气就在正偏印上你就得出来了，因为同性嘛，嗯，对，他就没那么多感情，是不又在生不愿意生的生，嗯，同样的这个偏印也有正面的和负面的，正面的呢领悟力强，这种人脑子好，有创意，